早安，小朋友，爱你。我们要去上学。啊，帮我看弟弟，弟弟射超手的，然后抱上去。闭着。闭着啊，闭着的。我刚说成早餐要说的话，我刚说成什么早餐什么的，不过没关系，还是可以说很顺。那东东喜欢的车，他们看到，他们睡觉，都是那个输送车在挖土机。双重的，双重的。东东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你不要这样子啊，让他睡了。他睡，我回去我才可以睡回笼觉。他起来了。他起来了。他听到你的呼唤。东东，那是挖土机，对不对？输送车在挖土机，火车来了，而且前面火车。他真的马上瞬间起来。听到关键字，我站在你前面啊！哇，好漂亮的狗狗，白色的。爸爸爱你，中午见，今天半天而已，对不对？拜拜。好，狗狗进去了。东东是不是要躺回去？看火车啦，火车上来了，要上到前面，很快。那我们回去看看那个车辆哦。东东好累，对不对？